这把要了一把位置，小 C 一下。这边爆发有点高，买个绿档吧。我领驾于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不打不打不打。这塞拉斯最喜欢打架了。全军出击。打不了的，非要打这个人。他直接拿两个助攻了。这亚索拿两个人头。开局就有5台，150闪金的亚索，跳路别走啊。把 Q 叠下来。暗影正在逼近。我感觉我们这个永恩这波少打了好多伤害耶。感觉他好像这波伤害基本都我打的，4个头的亚索。他们的灵魂在
真鸡巴恶心啊！这个大，差点被这双的大搞死了。想了一下，我这波烧完直接避出来，是下河蟹去了。这永恩玩的差点，没办法，他给我浪位置的，他这把，他会混就行了。看他半天不甩，但我为他交过了。那死了，赶紧打先锋。这 F6 好像被亚索刷掉了。这船长也死了，先锋还吃到了，他这波血赚。一出来就过来，
我凌驾于死亡之上。我再拖时间，别叫，超过十秒，没超过。我应该有十秒了呀，超过十秒就脱战了，不过给 AD 吃的也无所谓了。我感觉刚才应该就差零点一秒，九点九秒。就抓一波这个船长了，这船长是在哪吃到战略点了？
这就是我干咳的方式，喊一下要死了，还搁着吃冰呢。赶紧把魔切打出来就无敌了。带我去作战吧！我听到船长刀子的声音了。差个魔切，这波有魔切就杀完了，出来就没问题了。
可以拿龙，为什么不拿呢？这些人主要一波不了，这么硬推没啥用。
上锁，只剩回忍不住的难过。哇，这温度这也能伤害最高 crazy。这都能加我好友干嘛？他会来句双排吗？在哪直播啊？你是主播吗？